我们是魔教妖人，那你们这些所谓的名门正派，算什么？现在只要凡尔赛，无人能打扰武僧。你真的以为你自己人手无敌吗？你想你爹那样，怎么可能无缘无故的顶天立地打妖？为了得到宝刀，一点力气，已经一点是非了。挡我，还没成。不许！